又来鹅场捡蛋了，顺便给鹅又割了些草，我要再把窝给垫垫。收蛋行动开始了，先来捡鸡蛋。哎，鸡今天没少下呀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呀，还热乎了这鸡蛋。5个鸡蛋，1个白皮蛋，可热乎了，都能暖手。捡鹅蛋去，看捡几个鹅蛋吧。昨天我都没捡着鹅蛋，下午的时候就上午捡了一些。啊？又没有。又没有，我看周围有没有。没有。这俩鹅在打架，小吉去揍他了。打什么架呀？这个大鹅欺负小鹅。啊，有个鸡可喜欢在那边下蛋。然后小鸡去看看，看有没有鹅撵去了鸡。我刚才在那草里扒了3个鹅蛋，在哪呢？放着啊，不是放那儿了。小看今天一共是捡了几个鹅蛋吧。哎，刚才没瞅见，1个、2个、4个。这小红袋子里是今天捡的。10个吧，数数，2、4、6、8、10，10个鹅蛋，5个鸡蛋。哎，今天没少捡。还有一个绿皮儿蛋，但是今天没有双黄的蛋哈。放这里吃。刚才又顺便捡了点柴火，但是没捡太多，今天又捡这么一点儿。回去，可冷了，风刮可大。今天晚上我炒菜，来一个爆炒油麦菜。熟了吧？感觉小鸡。熟了，熟了。今天这个菜熟了？熟了，土豆炒两下就熟了。这辣椒面炒过了，像黑点似的，先是辣椒面。终于要开饭了，但是忘做主食了。小吉又做了一个面条，今天炒了一个土豆丝儿，我尝过了，味道很一般。然后这个菜好吃，这个油麦菜好吃，然后还有个皮冻，准备开始吃饭。你不应该喝点吗？我刚才看你都拿那个啥了，拿啤酒了都。哎，有点滑呢。